店里面就交给我小妹跟我妹夫了，我要回家给俺家俏俏整饭吃。拜拜。这个是我双十一买的螺蛳粉，终于到货了，回家给俏俏煮螺蛳粉，他都馋的不行了。又刮风又下雪的，我看了天气预报，连续两天都有雪，这两天又够我上火的了，这嘴又起泡了。因为啥呢？这一下雪，俺们东北这边啊，高速又关闭，然后快递呀，肯定时效又不保了。我们真的是看天吃饭呢。妈妈，快点带我出去玩雪。你穿这身出去啊？我赶紧换衣服。不得先吃饭吗？人家别的地方都下好几场了，咱这才是第一场。哇，赶紧带雪人去。等会儿再下一下的。打雪仗，你应该学学下厨做饭了。我给你教教我。这锅里咱不是添了水了吗？怎么开煤气？看这底下，看这个钮没？就把它拧。拧一下。成横的。对。哎，拧不动就换方向拧。再拧啊，好了，拧开了。然后这个地方摁住了，转转。你看，这个地方，现在摁它摁住了之后往这边转，来，摁，转。好，看它火弄着的了，这就可以了。完以后等它烧开下面条，这个面条你煮啊，站直了。你好吃。嗯，行，你煮，教你下下厨。面条，慢点啊。底下关上，阀门。以后记得先关底下，再关顶上啊。这个就是我俩的午饭。一人一碗螺蛳粉，还有昨天晚上炖的排骨，再加一个酸甜小黄瓜，这伙食还是挺好的。主要是我们娘俩都爱吃螺蛳粉。说你爸回来闻着这味儿又得说他了，这么臭。你就说我俩吃螺蛳粉的。那你爸在家咱俩都不敢煮，咱俩家庭地位不行啊。嗯。在你心里面美食类螺蛳粉排第几？第二。第一是啥呀？烤冷面呗。烤冷面。嗯。不是大碴子。嗯。然后是大，第三个是大碴子。哈哈。第一是烤冷面，第二是螺蛳粉，第三是大碴子。嗯。